游戏打开了，先讲哪一个伺服器？Hello，Hello， 各好了 ，Hello， 各位，好，第三次哦。好的 ，Hello， 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哥，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《摩尔庄园》手机版。因为最近有些事情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家里的麦克风，那音质可能会差一点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本频道的素质就是这么的差，所以音质应该也不用跑到哪里去。Holy shit！这个摩尔庄园怎么变那么 3D 啊？你是新来的摩尔吧？我不能跳过这个该死的剧情。天哪，我第一次看到摩尔那么 3D 耶！靠背地方妈妈这个名字已被取，怎样不行吗？哎，过了！我天啊，这还可以种菜？废话，他的教学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干话？从以前到现在干话都没变呢。好，等你到城堡的时候再说一下，再叫一下。他的教学太长了吧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长？好的，他看来家里这边还有钓鱼的东西。那有没有什么杂包金之类的？哇，他其实动画做的不错哎，他给我了一间像派大星的屋子。啊你知道这是当初摩尔庄园我们的房子吗？我知道啊，感觉就是我们是住在那，这感觉就是住在那什么洞里面，有没有？我们就像那个土拨鼠一样。其实我们的设定好像原本就是土拨鼠哎、欸。讲、欸、真的，我们亲手教学完，我们去约炮好不好？我不要啊，拜托啦。那手机版大家都在那边问那什么任务怎么做啊，就你那边搞而已。就一个，嘿，请花一些时间。为什么不能在桌子上面放桌子？这游戏太烂了。你先告诉我，谁没事在桌子上面放桌子？有，我家。等你到城堡的时候，你再叫我一下。好，那他待到哪里了？到大概才在下载的一半。好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他教学是我见过最长的一个。他还问我的星座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星座？哦，你已经在城堡那里了。OK， 他推荐好友上面写的星座是什么？这很明显是一个约炮软体的节奏。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一定约炮。我觉得有人看到我这个名字的话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想加我好友。那、啊、你名字叫什么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你很快就看到我，你很快就看到我了，因为我现在是。你是智障是不是啊？哎，来妈妈这边。太棒了，任务完成之后先跳出手厨33块送绝版。哎、欸，摸摸公主跑去哪了、啊哦、她怎么摸摸公主好正哦。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什么，为什么我感觉我们电脑版里面我们的摩尔都变那么胖啊，然后在手机版我们看起来就比较瘦。可是阿呆的问题哦。哦哇，我跑上。为什么我手上拿了一个篮子啊？啊，果子被采光了，白痴不是？啊，他离开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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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这是啥？你怎么做的？等一下，真的是太弱势了，在公然面前这样子直接开搞。目前频道尚未开启哈，为什么？可能就是要防止你这种人。他说他十等才可以用该频道。好，我们到底还可以做什么？我们除了一直破任务，然后再帮该死的梅西哦，还杰西。我要怎么上去那个缆车？哇塞，我可以坐缆车哎。好吧，这个动画他其实做的不错。哎、欸，以前的滑雪场哎，你们上来。哇，这个哎，他、欸、还原的真的不错哎。你有滑雪板吗？有啊。钓鱼台阶、啊啊啊，我先掉下去。哇，这滑雪真的是他奶奶的慢。哇，好快呀、啊！哇，啊，我的北极熊嘞，我的跳台嘞，为什么滑雪就这样子？哇，哇，这滑雪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哎。啊，我现在去哪里了？他到终点之后，你还要坐那个热气球上去，还原的太烂了。虽然 3D 很好，但是，对啊，我们的。那个刺激的滑雪到哪去了？那个拉姆，那个自己翻车嘞。啊，对，他也不是拉姆。
然后我告诉你，餐厅也不是拉姆，餐厅变摩尔，餐厅变摩尔去吃饭好像比较正常。好啊，现在拉姆都没人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人呢？我正在坐那该死的楼梯。等下，到底哪个白痴会选择走楼梯啊？你热气球点一下你就到了。好，我们点一下右上角那个游戏屋好了，活动旁边的。好啊。好 ，OK。你画我猜哦。你画我猜，躲猫猫谁是卧底？好，真是太棒了。好，我们来玩你画我猜吧。可乐。乐特。白痴，我把答案讲出来。不要走你知道用手机作画是一个很白痴的事情吗？你的手指那么大 Ken， 然后你要小，这是什么屎啊？他在画三小啦，我的 fuck， 为什么能猜得出来在画三小？这什么东西？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吸毒过后的猴子。Oh my god！ 我真的，叫你画画，不是叫你他妈直接写出答案，笑，啊，这很难画哎，手机这么小，这看起来像是一坨血，这看起来像是一坨肾脏，三个字，三个字跟包子有关系。然后如果答案跟这个差很远的话，你准备收我的鞭炮吧。中原怒气。虽然摩尔庄园以前本来就知道氪金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满满的氪金意味啊。好，我想我要已经有氪金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。我刚买了一个超拉，超重开。好的，第一号店开模式已经开启了。我不认为我手机能够撑到我当上厨师那一天。为什么现在 SNC 都那么破那么快啊？哦，我是厨师了，呼呼。好吧，这感觉真的还不错哎。或许我可以做一堆恶心的食物，然后骗他们说这是好吃的。就是用你这种王八蛋。有一个客人闯进来了，这个是谁啊？谁闯进我的餐厅啊？我要宰你的植物。我刚好帮你教。我们可以开始玩电脑版的了。我们可以开始，他知道怎么采收。我帮你采收。到菲律宾去采收。好主意。但好烂哦，妈这游戏我要关掉，操。真的好烂啊、喔！我真的不知道他玩他小到底，不是他玩到我手机很热，然后我直接看着手机发呆，你知道？这个游戏，我看到一个新衣服哎、欸！你们在哪里啊？还是你们都关游戏？我总结一下，干！我觉得啊，主要是小游戏太少了，可能要等它慢慢更新才会变得，你懂了，比较有趣一点。主要是还是不错烂。好，我要把这个游戏关。Counter to